宝贝，宝贝啊，你给妈妈做什么饭呀？妈妈好饿呀！我已经都马上给做好了。啊，做的什么呀？这是做的摊鸡蛋吗？摊鸡蛋摊出来了吗？我的，你要碗里还是盘子里面？我要碗里面吧。行，盘里到底放哪呀？给你一个勺子。好的呀。给你。给我。哇，这是什么饭呀？汉堡。哇，看着好美味呀！来，好，这是我的鸡蛋。我又给煮了一个鸡蛋。天哪，还煮了一个煮的这种的鸡蛋，哇，你的饭满好丰富啊，你这美食啊，哦喵喵哦喵喵。哇，还做了一个糖，我的天哪，怎么还少了一块啊？被谁吃的？我吃了。天哪，你都给吃了一块。是我老饿。很饿你都给我吃了。我还可以给你变个吃法。行。变。哇，这真是个真的呢，这真的也少了一个。也是被你吃的，不是，是比这个烂了一个，就这个烂了一个。哦，这是我新买的，我尝了。哦，你都替我尝一尝好不好？我吃是不是？嗯，好的。